大家好，星期得到，今日是2022年5月9号，今日是星期一，来到星期一的晚上了。我们这节想揭露呢，就是新的特首上台，这个林郑月娥被扫走了，李家超上台了。李家超刚刚才上台没多久，说的是一日而已，已经出现就是建制就大内讧，大量的人呢想争住就做局长，所以呢有什么精彩得过见到建制内讧呢，是吧？咁中南海内讧呢我们都会非常之欣赏，所以呢有机会令佢内讧的嘢我们都会讲多啲。香港如果你要维稳，咁你就会讲呢所有嘢都一锤定音，咁到底仲有咩嘢好质疑呢，是吧？你就係想见佢哋内讧嘛，你就係想见到建制派在这里就内耗。实际上本来的社会就是斗来斗去的啦，不过民主社会呢就是有机制有制度，令到呢人斗法呢要在个框架里面，不可以太过分。好啦，今天共产党斗争独裁政府斗争呢就没有底线的，因为你没有制度，到最尾就是生死搏斗。香港呢就没那么厉害，建制派的人呢都是找着数的啫，生死搏斗就不会的了。所以香港这个地方那些所谓建制内斗和中南海国内权力斗争失去权力就会死，那个情况是完全不相同。所以呢对于中国内地的官员来讲，觉得你香港那些所谓建制派其实跟小学生就没分别。你们的政治斗争呢是家家走政治斗争，人家的政治斗争性命相搏的，不是讲笑。好了，我们这次继续就耻笑就香港的建制派了，因为他们呢见到李家超上台呢就争着互相耻笑。好，我们继续讲之前，请大家继续支持六部曲，记得节目按 like， 用社交媒体 share 我们的节目，继续建设性留言，痛击五毛，痛击蓝丝，继续开 Google 户口订阅我们的频道星期二得到，星期二日报，仲有后备频道星期二新闻集团。嗱，我哋呢两日咧，啲黄标嘅数量增加咗好多，去到成一半，咁所以咧个情况又开始有少少恶劣。嗱，我哋都唔知道到底同咩有关啦，到底系真系太多敏感词出现啦，即使讲咗交涉咗都解决唔到啊，定系到底又系政治打压咧？嗱，我哋而家暂时都未清楚个情况。嗱，总之有得。賣廣告的節目，希望大家盡量打開就播放欣賞，手動點擊了。我們昨天跟大家講了一個英國的故事，可能真的太過曲線了，大家就聽不明白，因為條標題呢，條標題我就想告訴大家，就是明明是一件事，沒有那些成分，那些藍莓呢，幫你作新聞的時候，都可以幫你就作到呢，就是變了疑英呢，就是被人欺負，又話二等公民啊，又三流國家，嗱咩説話都講得出。嗱，我哋想咧喺一個故事上邊話俾大家知，你夾硬寫條標題去喐英國咧係實得嘅。好啦，咁有好多人咧就唔知道我哋咧就用曲線進行咧就呢條標題，咁所以咧好多人好似睇唔明發生咩事。嗱，咁啊件事咧就係真實故事，咁就想話俾大家知咧，就係英國都要小心嚇，英國都係一個正常嘅社會嚇，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衝突會發生，亦都會有些意想不到，你覺得很合理的時候呢，人家都可以很不合理，所以大家呢去到哪裡都要小心。這一樣東西跟英不英國、西不西方世界、列不列強、三不三流國家、二不二等公民是一點關係都沒有的，我們只是演繹給大家看。如果你發生了一些事，跟住你有人報你啦，嗱，藍莓咧就會喺度作故事、作標題，就會將一件本來唔係好嚴重嘅事咧，就係上升到咧就國家層面。嗱，好啦，咁所以咧就好多人就睇唔明啦，有時就係聽唔明我哋講緊乜，我哋講緊笑啫，其實係。嗱，咁啊呢個情況都唔係第一次噶啦，試咗好多次開紅旗爾德道咧，跟住有人話聽唔明喎，話哎呀點解佢哋變咗藍絲嘅咁樣，咁啊原來有好多人咧係。真係原來聽唔明白，開緊玩笑。好啦，咁啊證明咧，即係可能我哋嘅教育不足啦，又或者我哋嘅宣傳不夠，咁所以咧我哋就會再做得好啲，
嚇，訓練大家多啲幽默感，訓練大家個理解能力再高啲嚇，唔好咁混亂。好啦，我哋呢節咧，咁啊正正又要講喎。嗱，平時咧理解能力低啊，咁啊學歷唔夠嘅咧就係建制派啦啊，咁啊行政長官唯一候選人李家超嗱，呢個人學歷都唔夠嘅嚇，當選啦。話第一件事咧就要組呢個咧就工作組喎嚇，要組班。好啦，咁啊早前有報道咧就話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啊郭佩凡咧又叫做120% 燒傷啊，12成皮膚燒傷。咁啊，12成皮膚燒傷嘅郭佩凡咧就想做創新科技局局長喎嚇，呢一件事咧就引嚟同屬建制派嘅人咧相當之不滿。咁呢一個咧，新民黨嘅主席、行政會議成員啊，葉劉淑儀今朝早接受商台訪問，對於呢件事咧就有好多批評喎。嚇，佢咧就表示咧唔會評論個別人士，但係對於郭佩凡想加入政府咧，佢就有好多意見。嚇，有時佢哋啲對白都幾好笑。我哋唔評論啦，不過咧我就有以下嘅意見。嗱，好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對於葉劉淑儀都唔會有呢個咧個別人士唔會有。評論和意見，不過我們會繼續講這件事，那即是講還是不講，那即是講咯，就是，所以他們很好笑，他們慣了一些官方對白，葉劉都做局長都做了一陣子，所以又有官方對白說，哎呀我不評論了，不過呢我覺得這樣，他說呢知道呢很多人呢都很想加入政府，又說呢創科局的局長人選呢真的要有些學歷才得，這句說話呢真的充滿咧就係骨頭喺入邊，係嘛？説話有骨嘅，佢話你做局長冇問題，但係咧真係要有啲學歷先得。嗱，真係嗰兩個字，仲有啲學歷啊。咁啊，針對住咧就係12成皮膚燒傷嘅郭佩凡。嗱，當被問到創新同科技局局長嘅人選，葉劉淑儀就認為啦，不能夠淨係識得用 apps。喂，講真啦，用 apps 咧。同創新科技一啲關係都冇。你使用個 apps 咧，呢啲叫做 end user 嚇，對 IT 有少少認識嘅人都知噶啦嚇。end user 咧就喺 IT 入邊咧係最低嘅啊。咁啊唔係話貶低大家，即係你係受眾嚟嘅，其實你等於 consumer 嚇，你係消費者嚟噶啦。你係冇參與咧喺個商業嘅運作入邊嘅任何一個部分嚇。簡單啲嚟講，如果你用一個鋪頭嚟講啊，你係做 trade 嘅。你有批發商，你有零售商，你有生產商，咁你係消費者，咁你有冇參與喺嗰件事入邊啊？就係冇咯，就係個成個生產過程就係冇咯，你就係最終嘅消費者咯。嗱，使用 apps 嘅人咧就叫做 end user， 即係喺最後嗰部分啊，你淨係負責係用嗰個程式嘅啫。咁啊，用 apps 嘅人梗係同 IT 沾不上邊啦，除非你係負責做測試嗰個人啫。好啦，咁啊葉劉咧就係一句咧就得埋去郭佩凡嗰度，就話如果你要幫到國家嘅話，咁你咧都真係要學下啲 IT 先得嚇，要識下咩叫做 deep tech 喎嚇，唔係得啲皮毛，真係要有啲學歷先至得嚇，你要出去見人噶，國際社會唔可以太失禮。嗱，句句咧都追住咧12成皮膚燒傷嘅郭佩凡，覺得佢又唔識 deep tech 嚇。識得啲嘢雞毛蒜皮，又冇真正嘅學歷，你要出去見人，國際社會會覺得你好失禮噶。嗱，將佢成段説話翻譯翻做正面就係咁講啦，就簡單啲嚟講，佢認為郭佩凡咧出去國際社會會非常失禮，你仲話要做國際創科中心，你啲 callie 同新加坡一比啊，比了下去，出到去咧非常之收家。好啦，咁啊葉劉咧就繼續食住上啦，就話咧要組班底咧就要留意啦。香港咧，葉劉又預言，佢話認為香港咧未來會有金融風暴啊。咁啊，金融風暴就嚟爆發啦。其中一個最根本嘅原因咧，就係有人提倡要脱歐啦。開始嗱，今次提倡脱歐嘅咧係建制派。嗱，脱歐唔係歐洲個歐，係聯繫匯率脱歐，係講緊港元。我真的想告诉大家，如果你揸住大量的港元资产，你真的要去早啲分散一下那个风险。假如港元真的一个不觉意跟美元脱欧的话，我们相信港元是会大幅贬值的。其实
嗱，呢個風險咧係存在，咁所以啦，你點樣按照你嘅風險分翻嗰啲比例出嚟去揸住咧，就係外國貨幣咧，呢個就係需要咧大家去計算啦。啊，你嗰個 assets 啊，你個 size， 你個財富嘅比例嚇，你需要咧就做啲調節。啊，萬一咧全部都係港元資產，港元資產忽然之間貶值嘅時候咧嚇，如果因為港元脱歐同美元，咁呢個咧佢一定會大幅下降。嗱，呢個係好肯定嘅事。你港元你係同美元掛鈎嚇，唔係美元同你港元掛鈎嚇，你係去勾住人哋嚇。你甩出嚟嘅時候咧，就係你嘅貨幣咧，就個信心咧就會出現動搖嚇。美元就冇事嘅，美元咧就係世界主要貨幣嚟嘅，咁所以咧一定受到衝擊嘅係港元嚟嘅。呢個咧就無論點講都知噶啦，基本上冇理由港元會倒升。好啦，咁啊讲翻叶楼啦，嗱，叶楼咧继续发炮，佢话咧而家嗰个政府咧吓就系相当之缺乏人才吓，佢话咧而家咧政府冇发言人，根本咧就系荒谬吓，佢话咧公关工作咧就包括咧就系对国际传媒咧就系要有人应对，嗱，佢认为咧自己咧就系做紧呢一样嘢，嗱，佢咧变相 out low。不過坦白講，咁如果你真係問我，咁我覺得葉劉淑儀係有資格嘅，因為佢做過政府，而且雖然佢英文唔係啦啦聲，我覺得咁啊，但係佢知道咧咩叫做外國嘅世界嚇，點樣同鬼佬溝通？咁啊，佢同一大堆民建聯、工聯會嘅廢柴相比咧，咁其實葉劉咧就真係一枝獨秀嗱，咁所以啦，佢出嚟串十二成皮膚燒傷嘅郭佩凡咧，憤屬正常現象。好啦，咁我哋呢節咧，同大家咧就係恥笑到嚟呢度啦。